好了，我们再看，哎，我们要进入到母子差啦。即使你母子和会的话，母子差就隔壁而已啊，就差一点点而已啊，一样的，对，就是减而已。基准量我们减成母数，比较量减成子数，那基准量与比较量的差，我们称为母子差。旧教材叫母子差了，新的教材很多已经改成叫做两量之差。 那么两量之差呢？两个相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讲嘛，比值比一大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它就是倍数了。比一大叫做倍数了，比一小叫做比率了。所以两个相减的时候，如果比值比一小，就是基准量就乘以一减比值。那如果呢，比值比一大，就是基准量乘以比值减一。要求基准量就反过来，拇子差除以一减比值。 或比值减一啊，这母子和你会的话，母子差很简单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再看，林叔叔的农田里种 A 菜是小白菜的七倍，所以谁是基准量？小白菜，小白菜是基准量，A 菜是比较量。啊，那小白菜是一点六。 那么他要问你这两种相差多少？这个是基准量。那 A 是什么？比较量。七是什么？比值。对。那母子差呢？母子差就是基准量乘以。 一减比值或比值减一，1, 这里我们的比值比一大，所以要比值减一，1, 这是比值减一。好，那我们把数字带进来，它求母子差，基准量是白菜，白菜是一点六，比值是七，啊，所以是九点六。那我告诉你这个单元的意义在哪里，就是要训练你的直觉，一看就知道答案。 你要一看就知道这个、相差哦，这、呃、七倍，七减一等于六，一点六乘以六等于九点六，6, 6 6, 这个要训练你心算了、啊。到了国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对这种拇指和拇指差都不太行哦，特别是那个什么加成的那个，哦，公母。 看一下钢珠笔的价格是原子笔的三倍，谁是基准量？原子笔对啊。然后一支钢珠笔比,比一支原子笔贵五十元，这五十元是什么？拇指差啊。那一支原子笔，它问的是基准量还是比较量？基准量啊啊，所以基准量怎么求呢？ 基准量就是母子差除以什么？比值减一或一减比值？1 1值看这个比值比一大，所以是比值减一比值比一大就比值减一啊，所以差是五十元，比值是呃三。3 就是二十五，二十五就基准量，基准量就是这个原子比。如果他问的是比较量，你还要再算一次哦，你还要再继续算。来，我们画术线表示是这样子哦。 我如果把原子比当做一，叫做基准量，那么钢珠比呢就是三，三就是什么？三就是什么？比值对。那他们的差叫做母子差，他们差了五十元，所以为什么五十元除以二呢？因为钢珠比是原子比的三倍，原子比自己是一倍，两个相差了两倍。 那你除以二就是这个原子笔的价格。对，啊、呃，我以前教学都是画图，但我发现学生都喜欢不画图，所以我今年特别换成不画图的教法，嘿其实也不错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再看讲解二十。甲是乙的八分之五倍，谁是基准量？是。 乙是基准量，差是一二六，相差一二六，公式在这里，基准量就是母子差除以一减比值，这里的比值比一小，所以一减比值，好、啊，所以差母子差一二六除以一减比值，来告诉我除完代表什么？ 甲还是乙？除完是基准量哦，谁是基准量？对，除完是乙，除完是基准量。谁是基准量？就是乙呀、啊，乙是基准量啊。那甲要怎么算？我喜欢用乘法。 甲是乙的八分之五倍啊，好了，八分之五，八四三十二啊，所以是二一零。哦，这里我为什么不用？本来想用减法，减法比较好算，可是你还要去判断到底甲比较大还是乙比较大。他们差了一二六，可是你还要再去判断甲是比较大还是乙比较大。如果甲比较大，你就要去加那个差。 如果乙比较大，你就要减那个差啊！我懒得去想了、啊，我就直接乘以八分之五，就不用去管谁大谁小。来，我们看到减去二 c。 谢谢啊，来，这个有两千四百颗鸡蛋在运送途中破掉了百分之六，啊，没破的有几颗？啊，谁是基准量？全部，全部是基准量，全部是基准量。那百分之六是什么？百分之六是比值。那比较量在哪里？ 破掉，对，这是比较亮，比较亮。好了，那没破的代表什么？全部剪掉、破掉就是没破的嘛。全部剪掉、破的就是没破的嘛。好，那所以没破了就是什么？拇指。 差了，没破的是母子差。这样会不帅？母子差等于什么？母子差等于、欸、基准量乘以。这里是一减比值还是比值减一？比值比一小啊，所以要一减比值还是比值减一？一减比值啊。 一减比值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基准量是多少？全部，全部乘以百分之九十四。好啦，那没破的就是二二五六。 好，啊唱好唱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再看下一题了。爸爸去年收入六十万，然后呢，支出占了百分之八十五，然后剩下的都存起来，请问你存了多少钱？那我们来找一下，六十万是什么？ 收入，我们基准量、比较量、母子和母子差、比值，哪一个？去年的收入，收入是什么？这里啊，收入才百分之八十五就是支出啊，所以收入是什么？基准量啊，支出呢？比较量啊，收入是。 基准量啊，支出是什么？比较量啊，那比值是多少？八十五 percent 呢？八十五 percent 那存了多少？存了就是什么？拇指怎么样？啥、啊？ 啊，拇指差就是基准量怎么样乘以一减比值啊？所以要选哪一个？好了，那我们来看到讲解二十三哈，讲解二十三。 晋升上个月的薪水有两万四，然后呢，搭交通工具花去全部钱的零点一五，然后呢，把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交给妈妈，剩下的存起来啊。那请问你这个月存多少钱？那这个叫做剩下的剩下，来。 来，先看这里哦，哈，用去花去全部钱的零点一五，这个是比值嘛？那第一次剩下是什么？第一次剩下谁是基准？薪水是基准量啊，然后花掉就是它的比较量啊，那它的比值。 比值就是零点一五啊，所以第一次剩下就是薪水扣掉花掉的钱呐、啊。母子差等于什么？母子差等于什么？基准量乘以一减比值啊，一减比值。第一次剩下。 那第二次剩下呢？他把剩下的钱的百分之四十，第一次剩下换成他是基准量了，然后百分之四十是比值。那给妈妈用家用就是比较量。那剩下的存起来，这叫母子差。所以第二次剩下要怎么算？这是第一次剩下啊，第二次剩下。 第一次剩下，啊，第二次剩下呢？第二次剩下一样的道理哦，把你这个算出来，对不对？是第一次剩下嘛？那第二次剩下呢？依然是母子差，只是呢，它的基准量变成了这个，然后呢，它的。 一减比值，比值是多少？百分之四十。这样看懂了吗？第一次剩下是两万四乘以一减比值，乘完的答案就第一次剩下。第二次剩下是拿第一次剩下的钱，拿百分之四十给妈妈，剩下的才存起来。啊，它就是二四零零零乘以零点八五。 再乘以百分之六十，百分之六十约掉哈，然后这样乘完是多少？乘<咳咳>完就是一二二四零。对，这个叫剩下的剩下，就是。 第一次剩下就是一去减用去的啊，第二次剩下就拿第一次再去乘一减掉用去的。好，好了吗？到了没有？ 我们、嗯、再看讲解二十四。呃，王爷爷有一块果园，四分之一种木瓜，剩下来第一次剩下要怎么办？果园是基准量，四分之一是什么？比值，木瓜是什么？比较量，剩下母子差，所以第一次剩下要怎么算？基准量乘以什么？一减比值。 对啊，一减比值，那剩下的重力值，所以这个重力值就是什么母子差啊？所以基准量怎么算？基准量就是母子差除以一减比值哈。所以这一块果园就是这母子差三十又七分之六，来除以什么？ 一减比值啊，七三二十一乘以三分之四，好，所以呢，这是七分之十二得八四七二十八，然后这个就是四一又七分之一。 <coughs> 好，把它抄起来，抄好了没有？好了好，我们再往下看下一题哈。<coughs> <coughs> 啊，今年稻米的产量是去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啊，今年是去年去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，所以谁是基准量？去年是基准量，今年是什么？比较量，然后百分之三十是什么？比值。好，那今年比去年多，这个叫什么？母指差。 那母子差除以比值减一就是基准量，基准量是去年，但他问今年哦。去年是基准量，去年就是母子差，除以这个比值比一大就一减比值，九千除以百分之三十。觉得我们真的有代沟。 我的字很多学生都看不懂啊！我们学的字跟你们现在学的字不太一样。这是去年，他问今年，今年是去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，所以今年你再去拿去年去乘以百分之一百三十。 啊，所以是三九零零零。啊，当然有的同学说，老师你干嘛不去加九千？这个差哈、哦，有时候是加，有时候是减，所以呢，我不想去判断到底要加还是减，相乘就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啊、哦。 啊、阿姨买了一件打八折的外套，折扣前跟折扣后差了四百五十，打折前是百分百，啊，那这个八五折，这个就是比值，啊，那折扣后是拇指差，打折前是基准量，啊，原价是基准量啊。那这个打折，打折是比值啊。 打折是那个比值啦、啊，那打完折之后呢，打完折就是售价哈、哦，售价是比较量。那那个折扣前、折扣后呢，差四百五，这个就是拇指差了。 啊，那这个基准量就是，啊、拇母子差就四百五十，所以这个一减比值啊，啊，这个三千，那打折后的价格，他要问的是比较量。 所以你还要再把三千去乘以八五折好，好然后这是三五十五三八，呃，哎对，好，难道是聊天有助于专注力提升吗？怎么突然你们变认真了？ 好了，我们再往下看了哈，爸爸妈妈相差九千，这是母子差，母子差，妈妈的薪水是爸爸的百分之八十五，爸爸是基准量，啊、呃，妈妈是比较量，母子差是九千，比值是八十五，所以爸爸是基准，爸爸就是母子差除以一减比值啊，跟刚刚好像。 就是九千乘以十五分之一百，然后这是六百。呃，爸爸哦，他在问爸爸，那就是直接就是爸爸。 好，最后一题，成本是一百，然后呢，以成本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当售价，售价是什么？基准量、比较量、比值、母子和母子差，的是乘哦。对，它是比较量，对，然后这是基准量。 然后这个是比值，那他问赚的钱，赚的钱就是售价减成本，就是什么？拇指差，对。所以赚多少钱呢？就是基准量乘以比值减一，就是成本乘以这个百分之一百五十减一。 一件赚多少啦？呃，一件赚百分之五十哦，这蛮暴利的。啊，一件赚五十，哎要卖几件？一件赚五十哈，那两千五要卖几件？一件赚五十哈，所以要卖五十件。